Wait on.
友们，国家京剧院一团赴加拿大多伦多慰侨演出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希望国粹京剧与加拿大多伦多亲缘历久长新。是的，没错，希望国粹京剧与加拿大多伦多与加拿大中国戏曲艺术协会的情缘历久长新。再次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观众朋友们，再见。